新闻最后要来看的是嘉义快意生活村的前信段来开播嘉义在地的艺术家蔡英武的坡右山水陶板艺术也非常亮眼，在快意生活村的展出，这边是分人天成素人惊艳。嘉义新华快意村盛大开幕，伫嘉义成立陶埕艺术的在地艺术家蔡英武将汇集着数十年的油彩、油烧、历经悠悠的研究记录，加以实际运作。创意成果书孕育出破釉山水陶板艺术，并邀请艺术的新领域，这是全国首创之举。这种操作过程内底相当的困难，一般就是呢，釉要用釉啊透过火烧这个动作来产生一幅图，其实是相当的高难度。这种过程内底，如果一窑开窑了，你若当看到一窑内底其中有一块陶板是成功的，而且是你满意的，那你连的其他的全部拢毁掉，你也感觉足欢喜、足满足的，因为伊就是真正足歹成型的。这是破釉山水最迷人的所在，所以每一摆咧开窑过程内底拢充满惊喜。作品令人惊艳，破釉色彩如山水般的摇动，如此精准的驾驭油彩表演，需要偌济的累积？以这种陶板的表现方式，到目前为止，伫国内也无这种作品出现。相对伫世界各国，我无当确定，但至少我知道这种物件无遐容易表现，因为拄则讲的，就是必须要具备美工甲化工这两部分，拢爱完全非常熟悉，才有法当表演。所以这个物件伫目前为止是上先进的、上水的，嘛是上无同款的表演方式。破釉山水画要遐尼精准，达到所要求，绝对不是一时之间的功夫所能的成就。你所要达到的艺术级的陶板，历经繁琐的制作过程，到窑烧，伫咧引进基盘之下，经常出现的是规窑全废弃的挫折。过程内底损耗相当的高，因为主要无满意的，就是钢弹条。吼，因为这个过程内底是讲有各种可能性会产生无完美，吼。这个过程内底就是讲，哪要达到最高的境界，就是不断的筛选。所以眼前大家看得到的拢是上水的，但是伫我的手的钢弹条已经唔知几千块、几百块啊！这是一个艺术家对上艺术品的执着。所以一直在挑战，但是这个过程内底其实真正充满心酸。但是相对伊的成就感愈来愈大，这是我上快乐的所在。极具高难度的创作，在高温的淬炼下，一件件独一无二的破釉山水创作，拢是蔡英武创意精心力作。目前正伫咧嘉义新华快意村展出，欢迎民众一睹为快。谢新新闻蔡明堂嘉义市采访报道。